嗨，晚安，洛璃，晚安 ，Hello， 谢谢洛璃的骷髅糖果。嗨，晴雨，晚安。Hello， 晚安，晚安，志宏，嗨，晚安。嗨，罗克，灰灰是我，谢谢你的枫叶。Hello， 气扑扑 Candy， 为什么你的名字变这样？为什么你的名字变得有点有点可爱？嗨，罗克，晚安，谢谢罗克签到，谢谢罗克的 Popkit。Hello。谢谢洛璃的真情告白，晚安晚安，罗纳乌斗哈喽，晚安。我基本大师晚安。你的名字是粉红色的啊。你的名字是粉红色的、啊，我看也是粉红色的，只是你的名字怎么，你的名字为什么变成这样子？英文名字。晴儿 ，Hello， 晚安。我看也是粉红色的。修哲 ，Hello， 晚安。今天来前岛，拜拜，卢卡。卢卡，拜拜。嗨，暖风，晚安。Lekun，Hello， 晚安，晚安。我追求一个 international。气噗噗 Candy， 哎、欸，其实还不错，真的，嗯，我觉得这名字挺好的，哎、欸，对，你说的那个，你说你哥哥送你的那个，就是我讲那个、啊，跟我讲的牌子是一样的，就是他，就是那个 J O 开头的，就他，就是他。谢谢青云的红包，卡住了，我卡了，卡住。怎么卡这么久？我卡在红包这个页面，一直卡着动不了。哎，怎么还在卡呀？哦，卡完了吗？哎，还在卡，等一下，我的怪怪的。咦、嗯，有抢到！嗨，燕婷，谢谢洛璃的糖果炸弹，哇，糖果炸弹。嗨，卡丘，谢谢气噗噗 Candy 的芒花 ，Hello 桃花哥，嗨暗红。汽车除臭的，才不哎、欸，其实我不知道你那个到底是你那个，它上面没有写吗？就是是用在哪里的？不过那个牌子就是我昨天有讲到的，就是那一个牌子。你在他车上捡到，克里斯晚安，你在他车上捡到的啊？啊，然后嘞，然后你还给他，他说他不要了是吗？嗨，福福猫，晚安。啊，结果嘞，你没有喷喷看吗？嗨，福福猫，你没有喷在身上试试吗？
他在国外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好可爱哦，这个。谢谢福妈糖果炸弹。哎，万圣节，哎，对，万圣节要。万圣节快到了齁，哎，对，我是不是之前有说万圣节前后我会弄个，我要来画个那种冷酷妆，冷艳妆，对，还是明天啊？要不要明天？明天好了，我们明天来，明天应该可以，明天来弄个来冷那个冷艳妆一下，我没有要扮成谁啦，我就是画那，就是试试看那种比较冷酷的那种，还是你们有想看的角色？嗨，酷江，晚安。对，是模拟丽卡节日，对，是我的节日。它是涂的啊，真的假的？涂的、哦，我没有看过用涂的耶，我看大家都是用喷的，用涂的好酷、哦。你试过了吗？你没有闻闻看吗？感觉怎么样？谢谢杨过玫瑰、嗯、，Hello。明天来画一下，可以。而且我还买了，买了。一点，买了一个。适合万圣节的一个法式，适合万圣节的法式，对，来试试。嗨，贵士 ，Hello， 晚安，很男人的味道。那你可以喷啊，平常出去你可以喷，你可以擦啊，你可以涂啊，去上班涂一下这样子。嗨，草莓酱，想看魔女啊？我买的法式不是魔女的怎么办？魔女，魔女是不是要你五毛？同事爱上你怎么办哦？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个，跟他推销一下我们，叫他带他一起来那个，带他一起来看我们表演，恶魔角头士。好、哦，差不多，对，差不多，不一定要你乌毛，你怎么猜得到？咩铺嗨，晚安，哎，零零二耶 ，Hello， 好久不见，Hello， 你现在是在国小当老师吗？好久不见了，素颜铺嘛也可以是魔女，没有，明天还是来稍微。不一样一点好了，不一样一点。铺马魔女，铺马魔女，感觉好，感觉很不魔女这个。国小老师啊、哦，哇，那应该很累啊，那种。我们家也有一个国小的小孩，应该很累。当国小的老师应该蛮累的。哎，小屁孩们，小屁孩们呐、啊，很有个性。哈哈，哦，川普嘛，伪装成一般人，好像不错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我问妈妈了，她说可以给我们买一个主机。带去。上次握手会 cos 你未来老公，喜欢吗？喜欢当然喜欢，超喜欢的。教一个也受不了，我教一个就快气死了。哎、欸，对，妹妹你要期中考了，妹妹书念完了吗？没有，把功课写完就了不起了。
美美要念书啊，要考试了。猫 A 猫 A Q， Hello 晚安，猫 A 猫 A Q。就两片，谢谢。对，感谢，耶。对，我跟你们说那个，就是我昨天，妹妹万圣节有要去要糖果吗？哎，你们学校有没有要糖果？没有，只有一个。哦，没有要糖果。现在没有吗？哦。好，所以没有了嘛？没有，他们没有要糖果。一起没了一个会要。可是你没有了，还是你想去上课？一起没有。你想上可以去上。不想上。对啊，你不是不想上吗？一起玩 B。好，你看电视。有要糖果再说。好，哦，现在没有要糖果了，小朋友。有的时候啊。会员，对，我会，对。那个偷偷小时候扮成嗯巧克力，太可爱了吧，怎么扮成嗯巧克力的，就串一个圆圆的。妈妈说不要理爸爸。我们先买再说，先买再说。对，我现在要趁爸爸不在才能讲，爸爸刚刚在旁边不能讲。脸涂黑黑的。哎，我记得我之前好像还有看有人扮珍珠奶茶，就是超可爱的，穿一个珍珠奶茶的衣服的那个，就是珍珠奶茶套在身上，这样很可爱耶。妈妈想自己想玩。谢谢这里的骷髅糖果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玩过那个路易吉洋楼？我昨天在查会员的时候刚好看到路易吉洋楼。嗨，晴天。用报纸做那个球，再涂胶让它硬化变成壳，太酷了吧！很好玩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真的有鬼屋？哎，对，鬼屋那一个什么东西？一个游戏。嗨，阿 Ben， 我看到就是有影片，我再看了一下，就一直打幽灵，一直在打幽灵那个。对，用吸尘器抓鬼的那个。有看 VTuber 在玩，我是有看到有 YouTuber 在玩。只有看 VTuber。哦。是你，也是你啊，你也是在那边看的。你说录一集啊。哎呀，你也是看，你也是看 VTuber 的。哎，你们怎么那么像啊，真是，你们怎么那么像，都是在 VTuber 上看到，都是看 VTuber 玩的啊。你看他玩的那个只能自己玩，真的吗？那个不能多人吗？嗨雨瑞 Hello。 嗨阿翔，你们这些都跟弟弟一样，真是都跟弟弟一个样。马上。啊，然后我刚刚要讲，就是我昨天没有吃晚餐，然后我大概凌晨2点左右的时候，肚子就很饿，然后我就去开了一小包那个小熊饼干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巧克力，就是小熊饼干啊，就是里面有包巧克力的那种饼干。
熊熊饼干，小熊饼干。然后超那个超神奇的，我昨天吃的时候，我居然看到一个，就是我第一次遇到那种，就是它图案不都是会印满整个饼干吗？就是图案会印到满满的，对，无尾熊那个。它图案不是都印满满的吗？我居然吃到一个图案超级无敌小的在中间，然后就是都其实就是外围都是就饼干就没有图案，然后那个就只有一个吃到一个图案超级无敌小在中间的，哎，超酷的，其他都是印满全部的，然后就只有那一个图案被缩的超小，然后在中间小小一个，我是不是吃到那个？特别版的，吃到特别版的，对啊，我感觉是特别版了，可以去买乐透。我想说，哇，第一次遇到这种超小一个的图案的，好吃吗？小熊饼干好吃。你们有吃过那种超小的吗？图案超小一个的在中间。真的是特别版，真的之前都没有看到过，拍照起来没有，那个时候就把它吃掉了，我就哦好吃掉。我吃掉之后我才想到啊，应该要拍个照，开 CD 开到两张声线，真的假的？怎么可能？哇哇，欸，真的哦，真的开到两张哦，哇，你运气挺好的呀，运气很好。啊，然后我还想问你们，就是这是今天发生的事，就是你们有没有？原本要长啊。啊，帅源开到没有声血的。太扯了吧！哈，那这样怎么办呢？怎么可以这样？太夸张了！怎么会有没有生血的啊？没有生血的，哈，这很，这样这感觉不太好哎。就是像，如果我只买一张的话，刚好买到那个没生血的，就是很难过哎。开起来就哇，竟然没有生血。那如果那些买一个，然后结果没升血怎么办？可是至少可以让他体验。对啊，600张有一张没有。去签了头。跟我去街上走，他咬的。厂商厨师。然后我刚刚说，你们有没有那个买那种代购，然后他们要你填身份证字号的呀，里面没有你，对我来说好像没生血一样，最好是啦，我才不信呢。你干嘛一直摔呢？嗨，雨瑞，不会，对，应该不会，对不对？超奇怪的，不会哈？你们有任何人有遇过吗？只会有手机号码跟 email。 啊，过海关要用，不喜欢代购，通常都自己买。可是要国外的怎么办？国外的东西你怎么自己买？所以，对啊，所以我代购买还跟我要身份证不是怪怪的吗？网站很多人用吗？嗯，网站我是不知道啊，但他的粉专还蛮多粉丝的，还很多按赞。海关会直接查名字还是电话？那害我觉得有点，唉，今天就很忧郁，今天就很忧郁，想说怎么了，我是不是弄到什么奇怪的？不用，不给也可以找到人吧。
害我今天就是犹犹豫豫、奇奇怪怪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很担心是，对啊，我也觉得就。就想说会不会是诈骗之类的。代购公司。逃税专业人士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这边。你怎么做到逃税专业人士？要身份证是有点怪。没手笔啊。我也觉得很怪耶。运气好。怎么逃税的？一百万哦，恭喜恭喜！辛苦大家了，好吧，那好吧，我再看情况，我看看他到底会把东西寄给我。唉，我今天就在想，会不会是假的？货运会帮你虚报啊？真的、哦，真的哦，哦，不然、嗯、不要教你这个，不要教你这个，哎呦，真没想到这边居然有个逃税专业的，太可怕了，危险危险，小心点。因为他们说，因为说是海外的，就是一定要先付，一定要先付清，他们才会买。没关系，嗯，我就不给，然后我就不给他，然后如果他最后有寄来的话，那就代表没事。我们拭目以待。买了什么寄给你？那个你应该寄不了，那个要9000多，九千左右。闻到了怪怪的味道，哎，国外网购网站先找货，我就直接搜商品啊，然后就跳出那个说是团购。哎呦，不知道啊，你真是。不是粉专代购，是有网站的。因为那个东西就是一定得代购啊，只有国外有。哎，怎么办呢？如果是团购，一大堆东西，不需要你的名义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哎，真的很怪吼。帮我查查看，搞不好你用过 Searching C。你们知道吗？亚马逊，我都没想到，我忘了，我没有想到，我那个时候是直接搜商品，然后就有这个网站。可是他的粉专还蛮多赞的，先买了才卖给你，对啊。韩国的不是韩国的，其实我不知道那是哪里的，我不太确定是哪里的。哦，嗯，你们打 JOVS 就知道我买什么东西。一个墨绿色的东西，其实我之前就想要买，但是就是因为蛮贵的嘛，所以我就一直没有买。然后现在想说啊，都要出去了，就买下带去吧，这样子。
结果没抢到就怪怪的，真是。可能也没问题。真的啊，好啦，我们拭目以待，看他到底会不会挤过来。科学角度，小心求证，大胆假设。哎，反正也只能这样了。网站看起来不像假的。对对 ，JOBS， 嗯，一个9000左右的，看起来不像假的。那他跟我说要给他身份证字号是 OK 的吗？因为我是没给啦，我觉得怪怪，是买什么？买一个 JOBS 的东西。你们在 Google 打就会看到了一个墨绿色的机器。重点是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就想说打电话给客服，结果打过去竟然是国际电话，我要昏了哦，国际电话。那个害羞东西也没有很害羞吧？啊，偶像不都会得把这些东西除掉吗？不是吗？反正对，这是国际电话，我要讲30几秒哦，真的是国际电话，电话费直接又200块，太可怕了。然后今天真的是今天很那个不 OK， 今天运气不好。就是买到好像不知道买到什么奇怪的东西。日本亚马逊有啊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都不知道。感觉钱都付了，不会要你这种东西。对啊，我都付钱了，为什么还要身份证字号啊？你记得把你们对话记录哦？你说截图吗？好，好。太怪了，想说为什么要身份证呢？奇怪。啊，可是我打国际电话那个就没有录音了，就突然，因为我没想到是国际电话，我就打了，然后接了，想说国际电话，我就不好意思，我就快点问一下我问题，然后就快点挂掉。200块国际电话费，好贵啊。拿个胶带一撕就可以，不要，有够痛的。你看这种，你要粘几个胶带啊，痛死了！已经会了，会啦，已经给钱了。我是说，我是直接私讯他们说，我有一些个人因素不方便给身份证字号，请问有别的方法吗？然后他是说他会帮我处理看看这样。算了，我如果真的有拿到。我如果真的有收到的话，我再跟你们讲。没有的话就唉，就9000就没了，对，9000。会直接寄给你？会，对，好像是直接寄到我家里来的样子。用刮的，对，用刮的很容易那个发炎呢，所以我不太敢用刮的。我之前当初也有用刮的，结果就太容易发炎了，就是会那种会受伤，而且会有点发炎那种，所以我后来就不敢刮，我后来就没有刮，我后来是用一个用拔的一个拔，快速拔的那种，超痛，我跟你们讲，所以我才会想要用那种，就是那个你们看到那个雷射的。先离开，拜拜，燕婷，拜。不要太焦虑，我觉得有疑虑就不要用。可是我都已经付下去了，我该付的都付了，还是希望可以拿到啊。他要报，那他要报关。买完了千万不要去亚马逊查价格。真的假的？哎呦！真的啊，亚马逊有，哎呀，不行，我好想查，我太好奇了。我去查一下亚马逊，去亚马逊的那看看哈。
可是我没有，我没有用过亚马逊，我不知道怎么买。我再传我常用的代购给你。好啊，谢谢。他大概要直接寄给你，台湾报关要有个人身份证才能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是哦，可是不是团购吗？为什么不能统一进来之后再分啊？再寄到每个人的家里啊？用刮的，用刮的不太好啦，当然最好还是不建议用刮的。啊，猫肉很可怕，为什么？我是没有用过啊，我不太会用那些。Google 到结果好像是不错的东西。对啊，香港对。对，我打到香港去，对，然后。国际电话，对，买东西先问粉丝，都差不多8000出头，是吗？我买了8999，不是吗？亚马逊一定要会用，怎么用啊？亚马逊是啊，好吧，我研究一下好了，感觉很复杂哎，很简单，我常常买乐器哦，啊。在那边买乐器啊，送来你不怕坏掉吗？撞到什么的，很多东西都六折，哇，不在台湾团啊，是这样子哦，在香港买分寄到各地，因为阿妈都会不见很多钱，太好买了是不是？嗨，汤米晚安。太好买了是吧？亚马逊，我之前其实有查过亚马逊，但是我看不太懂要怎么买，就是感觉有点复杂，就懒得去研究，所以后来就我有查过上面东西，但后来就都没有买。在香港去亚马逊买再寄走。哦，所以可能他们是在香港团的，然后再寄过来这边，对不对？所以才要我的。这身份证字号，用啊什么？没有外套，他就不穿。让你的钱变成你喜欢的样子。价差值得，我赌他回不会坏掉。哎呦啊，差这么多啊，差这么多！马丁鞋代购只要国内一半的价格，那看起来东西不会不到吧？可以稍微放心了。可是我不知道啊，可是我没有给他那个身份证字号，我跟他说我不方便给，然后他本来说那你有没有亲朋好友，我说没有哎，然后他就说那我帮你处理一下，这样也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。亚马逊美国超过50美元免费寄香港，真的、哦、那台湾有吗？哦，亚马逊亚马逊啊，会免费寄台湾吗？给我的，给你的，不好吧？如果到时候真的他们是骗歌词怎么办？不行，我不能害到你。你是运气好宝宝，你运气那么好，我不能，我不能把我的厄运给你。运气特好的，被骗够多了不差，真是真的假的啊？怎么会呢？怎么会？英国的 ASOS 是什么？也是一个网站吗？全球免运啊，真的哦，全球免运哦。啊，那我想去看一下，好像不错。啊 ，Selfridge 你们用过吗？我也看很多人会在那边买东西。Selfridge 好用吗？每天穿的鞋也是美国寄来的，真的哦，真的、哦，你们都买国外的、哦。上个礼拜弟弟有看西藏公演吗？他才没兴趣看我嘞，他没兴趣看我。你在日本买东西扣了税的话，有时候比日本人在日本买还便宜，真的、哦、啊！你都是亚马逊是不是？你都在亚马逊买？台湾也有免运费，美国的亚马逊有寄台湾免运，日本的没有。那日本的运费要多少？国内价格太坑了。是好运吗？搞不好都是我计划好的，真的假的？
千月原来如此吗？他原来是计划好的，可是也太巧了。原来是计划好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那你之后都计划，好像也没有机会。哎，还有还有两次，之后都计划一下。哎，我的笔电你给我好不好？谢谢。比看东西大小重量，是哦，很贵吗？如果是我想想，五张 CD 的重量，五张 CD 的重量运费要多少啊？弟弟，我的笔电给我一下好不好？你看我找了个豆豆，再计划看看，来来给我。怎么样都比台湾便宜 啊！那我要研究一下了。哎呦啊！看到你了啦！帮成员代购。咬咬不要啊！好了，除非你买真的很重的东西。35秒！哎，对对对，35秒大概多重？35秒大概多重？在日本买生血布，哇，运费比生血布还贵啊！天哪，生血布这种东西在这边买就好了了，还是高单价的，高单价的再用，再往再阿妈懂吧？啊 ，Selfridge 的，你们没有人用过 Selfridge 吗？那、哦、我刚刚讲的那个你们有用过吗？那个 Searching C， 你们有用过那个吗？我来查一下阿妈总的价钱。还有一种情况，你买太平的东西，太平的东西其实就也不需要在国外，也不需要代购。没有，都没用过。我来看一下阿妈总，好好奇哦。Amazon， 哎 ，Amazon 要选哪一个、啊？日本的吗？选日本的 ，JP。看体积跟重量。亚马逊、eBay。啊？所以要打 eBay 是吗 ？eBay。生血布不重要，体积大啊，真的哦。所以体积大会贵，然后重量重也会再更贵。那个代购网站如果是很容易查到，那我的不知道是不是，我的不知道会不会是。哎，对对对，我记得我有个邮件给你们看，等一下哦。我寄来的邮件上面那个名字是写是，瑶瑶，没事吧？瑶瑶挂，瑶瑶挂在手表上面。我买那个，然后收到邮件，它那个名称是 Searching C 跨境网购平台，是这样子，这个名字。对 ，eBay 是另一个网站，美国网拍。不要犹豫了，哎，我今天超犹豫的，我今天就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今天那个多少？30张，几秒了？210秒哎，我那210秒那个，210秒，我那个210秒呢？全世界都看啊，账号不通用，什么意思？账号不通用啊？什么全世界都看？
免税粥哦，哎，还有这种免，还有免税粥，很大的应该没问题啦。所以我在这边也没问题的吧？跨境网购平台，因为我还要查到另外一个是 Search in C 台湾，但是我不是在 Search in C 台湾订的，我是在 Search in C 跨境网购平台订的。我的外套，那个用户都哦，香港人比较多，所以那个应该真的是在香港代购 的，在香港团的。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他有写，他有写吗？香港公司哪里？我没有看到哎、欸。他有写是香港的。买了之后不要回头看，会心痛哦。各国的账号不通用哦，所以 eBay 的跟 JP 的跟那个美国的都哎呦，要要你要狂飞，所以 eBay 的跟日本的跟那叫什么美国的都不通用。粉专是香港。哎呦，怎么了，小可爱？要要，你今天怎么那么暴躁？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这就是愤怒鸟，愤怒鸟，哈哈，真的是愤怒鸟。那他要从香港寄来给你，报关正常的哦，真的、哦，哎呀，那就 OK。香港湾仔，你们，哎，你走，你哪里查到啊？你哪里查到他地址？我怎么，我都没有看到啊？我来看一下，装报关 APP 没有啊？我没有装那个、啊，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衣服那么湿啊？你刚刚是倒水在我身上？没有。为什么衣服那么湿？你自己滴口水都不知道。最好是啊。这粉丝有没有滴？你要去哪？那个我们要去买旧型的插座。哦，拜拜。新型的装不上。拜拜。那我去尿尿。我没有啊，我没有。什么是爆款 APP 啊？我只有什么接口支付啊？我只有装那个哎、欸。查一下。申请。所以是我想多了咯，因为我没有遇过就是还要身份证字号的，所以我就有点慌，我想说嗯怎么会这样子，对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之前找代购什么的也从来没有跟我要过身份证字号，所以我就有点吓到，想说为什么要身份证字号。我看一下地址在哪，哪里有地址，我没有看到地址、欸、嗯，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哎、欸，真的耶，香港耶，啊，真的耶，那我看到了，很认真念书，这些都不太清楚。嗯，我很少买东西，很少网购，之前很少，是到大学后才比较会网购。我以前完全没有在网购的。会送来的。嗨，博云晚安。就是有东西在你名下报关，他会通知你，请你确认报关有没有属实。哦，不过他说他会帮我处理，就是我说我不方便给，他说那他会帮我处理，所以其实不一定要给了，就是其实不给也可以来的意思吗？谢谢博云的糖果。官网最最底下有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来看一下那个eBay。哎、欸，哪里呀、啊？啊，我没有看到哎、欸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说 Amazon eBay 怎么这个吗？是这个吗 ？Amazon.com， 然后 eBay 那个吗？都是英文哎、欸，哇哦！哎，看了就头痛。给其他人的也可以的意思，哦，基本上一定要给，他说帮你处理的话应该有门路吧，哦，是这样子、哦、
我都用在台湾立案的公司。的确，我没有一开始就是没有看清楚，一开始没看清楚就付钱了。搞不好你都不去弄也是收得到。哦，就是要自己确认嘛。看你要查吗？还是查eBay？啊？哦，所以不要打麻龙，只要打eBay就好吗？这个吗？是不是这个、啊？等一下，这个吗？哎呦，这个啊，是这个吗？是这个东西吗？这个不是台湾货，所以台湾没保护。那个是哪里的啊？哦，是这个。你打啊？日本的吗？那 eBay 的没有吗？我看 eBay 有没有那东西。我打中文收得到吗？还是我这就要打英文？我打中文，它是不是就不会收到东西？eBay 有卖。eBay 有点，eBay 有卖哎、欸，这个有卖耶、欸，比较贵、欸，离我看到团购价还贵一点。我团购价是9000左右，我这边看到的要9700耶、欸，9700。还好啦，你看，比我那个团购的还贵一点，还好啦，没有心痛，这么果断买这么贵的东西，我思考很久了，我从很久以前我就一直想怎样买，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买，结果那个。虽然听你们这样讲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，只是还是有点担心，希望不要白花下去了。真是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出国一定是没饭吃了，这个我们已经沟通好了，我已经跟迪迪讲好了，就是我们已经沟通完了，就是说，我们就自己煮吧，每天自己煮，然后他还说一定要买吐司面包，每天啃一片吐司这样子，我们已经讲好了，就是每天省吃俭用，然后啃吐司面包，然后早餐不吃，早餐不吃，带一些吐司面包，中午吃，然后晚餐可能煮个泡面什么的，我们都已经讲好了，然后省吃俭用了，好笑，哪一国的牌子？我不知道，我还真不知道是哪一国的牌子，我查一下好了。哎，对，自我安慰啊，还 OK， 价格就是在，对，就差减可能，对，就是差价，可能1000左右这样，eBay 是个人卖家，个人卖家不会风险比较高吗？嗨，勇哥，对，等等看吧，还有一种叫折扣吗？折扣码哪里可以有折扣码？哪里可以找到折扣码？2年后握手会的手可能会很硬，常常煮菜，还好啦。我现在其实也还蛮频繁的在做菜的。哦，你说太瘦是吧？我以为你是说那个做太多事长茧，都是骨头。我现在也很多骨头啊，现在也几乎都骨头啊、哦，还是有肉的。好啦，现在还是有点肉。哎呦，之后回来肯定都骨头了。善用 Google， 善用 Google， 懂了，我会好好找。哈哈，啊，我中了香菇，好可怕哦！我不要，感觉有点，哈哈，有点不卫生。我中了香菇。云婷，嗨，晚安。长茧是贤惠的证明。大家怎么又回到香菇？好可怕哦！天呐，你知道不是昨天那样子，就是
讲下去哈，我就突然间冒出一个冒出一个可怕的灵感，我想说，我想说是不是要就是干脆来做个什么香菇大杂烩啊？哎，好可怕的东西哦，对不对？谢谢戚夫妇 Handy 的带你去流浪。对啊，我都在想，我昨天就睡觉的时候突然冒出个想法，哎，我是不是要来做个香菇大杂烩？你们每个人种出的是什么什么香菇？然后我去买什么杏鲍菇，然后金针菇，还有什么？什么什么菇，我去买这样子，然后全部放在一起，哎，这是从大家身上摘下来的香菇的料理，然后再放一点那个什么玉米粒，好可怕哦！你知道昨天晚上睡觉就突然间冒出这个想法，做个香菇大杂烩，取自于粉丝那个李宝们的身上，取自李宝，哎呦，好可怕的东西。哎，日本网站有打英文搜得到吗？应该可以哈。哎，有哎，哦，有哎，好可怕，对不对？有够可怕，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明天见。哎呦，好，我们不要那么恶心。哎，这边卖好多哦，啊，好多不同牌子哦。嗯？哎，什么？等一下！哎，11500日币！等一下，不是，我看到了一个11500日币的同样的东西。真的假的？等一下，有，这是。这是对的吗？这是正常的吗？这么便宜，等一下，日币耶，怎么这么便宜？二手吗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以真良心代购粉钻，二手的，哦，我看一下，怎么便宜啊？笑死。等一下！哦，天啊！我发现问题所在。他牌子不一样，他做的哇，那个长得一模一样，他长得超级无敌像的。他那个形那个外形、颜色、整个形状、样子做的一模一样，做的跟。我原本买那个一模一样，哎呦，原来那个品牌不一样，吓我一跳，我说这个也差太多，切勿相信来历不明的出资消息与管道，啊copy 吧，吓我一跳，差太多。啊，今天到几点？我今天到8点。没关系，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这些东西。啊，怎么？哎，怎么都不是？那每个都长得跟那一模一样，但是每个牌子都不是，都不是他，这也太多不一样的牌子了吧？为什么大家都要用墨绿色的？我一看墨绿色就以为是他，奇怪，怎么没有啊？真的没有哎、欸，日本的没有哎、欸，日本的阿妈都没有那个牌子、欸，就是长得超级无敌像的，只有长得超级无敌像的而已，但是没有那一个牌子、欸。哇哦，好吧，日本的找不到，只有eBay有看到哎、欸。亚马逊业配。嗨，祥玉，下班了吗？辛苦了，上班辛苦了。亚马逊有卖二手品哦，真假？
啊，是哦。亚马逊有卖二手品，怎么查、啊？有二手品哦。那这样都要看清楚哎，有些可能没有看仔细，然后结果是二手。天哪，我对他们好不了解哦，完全就是之前都没有在逛他们，在逛这边，现在才知道原来他们卖好多东西。去隔壁空，什么？谢谢小玉的行李箱，哈哈，啊，不过不错啦，今天也是学到了不少那个好的，那个可以把钱变成我自己喜欢的样子的网站，找到了不少。那美国的呢？美国的都有没有？看一下。为什么美国的网站是中文呢、啊？美国的也没有卖，为什么？都没有那个牌子，只有eBay有而已。不懂为什么？算了。买东西本来就要货比三家，对啊，哎，我那个我没有仔细，我当初没有仔细去看。你不是老范吗？你说阿玛总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买过，我从来没有买过阿玛总，没有买过，现在才开始研究。他卖手机，哇，咦，加1000糖果，哎，太好了。好多糖果，糖果，谢谢青云的糖果。自动翻译了。卖手机还帮你测试电池的容量，这么服务这么好，一套100日币。对啊，我都买了，的确，嗯啊，哎，好啦，就这样，放心了，放心了不少啦，就是听你们这样讲之后。听你们的分析之后，感觉哦，好啦，好像应该是还 OK 的。嗯，谢谢酷江的行李箱，谢谢我今天拿上玫瑰。哦，原来那个加级是运气是吗？哇，那你是最高的，我刚刚看到一个500多，一个600多，一个1000呢。哇，你是最高的，1000加1000。原来那是看运气的、哦、啊，680，谢谢洛里的糖果，680，原来是运气哦，好厉害哦，1000，刚刚1000是最多的，真的、哦，哇哦，对啊，没事啊，一定可以的，有你们挂保证，我放心多了，不然今天一整天我都啊。我都整个超级超级那个，你知道 ，tension 很低，哎，反正就是今天就很无助，想说，那是多少？210秒，我210秒就210秒就花在那边了，这样子，谢谢，哎，谢谢洛里的糖果炸弹。谢谢洛里的糖果。你这几天钱太多吗？怎么会？我这几天，我有吗？有很想花钱吗？我这几天，应该是说，我这几天想要先把一些我之后要用到的东西先买好，这样之后就不用买了。对，应该是这样子，不是说很想花钱，是因为你知道也不知道到时候那边我到底是。看不看得懂？我怕到时候刚开始去，我也是就是很疑惑啊，就是也不懂什么，可能有些东西要买要在哪买也搞不清楚。反正我是想说，我有些比较生活必备用品，我想先买一买带去这样子。
可惜那些东西不能送。对对，我想要把一些就是生活用品，还有一些电器我会用的，就是先买好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到那边就是我到底会不会买，就是我可能也看，就是你知道。语言方面可能也会有一点问题所有点问题在这样子，所以还是先把会用的东西先买好再去这样。被骗的是习惯就好，哈哈，还不确定好吗？还不确定是不是被骗，还不确定，对，没关系，我们看看会不会来嘛。如果真的送来了，就代表安全。热气球，谢谢酷酱热气球，刚刚没有注意的。日本吗？亚马逊有？没有啊，我没查到我没看到，我没有查到在日本的没有。如果没到，我们就补送。补送三个三千的，这么好，谢谢你们。希望有到，希望有到。希望，对，希望还是希望有到了。210秒，爱玩亚马逊啊，8442，那也比我少啊，比我这个，比我这个少。进口税。不知道，可是他，因为我，你知道我也是，就是我也是看哪一个比较便宜嘛，就是如果你自己跟官网买就超贵，但是如果是跟别人团购就会便宜很多，所以我就是找别人团购，结果反而团购之后又有点怕怕的。买贵，到那边可以继续更新 IG 吗？这个其实我有就是提过说我想要继续更新 IG， 但是就是公司是说就是不行啦，对，就是说要就是他们认为要停就是要全部一起，对，所以就不行。不然的话，我原本也是打算就是继续更新 IG 的。礼拜五要去打针，礼拜五要打针哦。祝你顺利。我跟你们说，超扯的，弟弟跟妈妈打完都一点事都没有，真的就是哇，生龙活虎，活蹦乱跳，你知道？他们完全没有副作用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他们打完真的是都根本看不出来有打，真的看起来超好的。我就想说奇怪，为什么我打完发烧，他们好的要死，好夸张啊！你要打我哪有？我没有笑好不好？我只是想说。我觉得你应该是健康的啦，就是你应该打完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应该不会像我一样发烧，对，应该可以像弟弟一样还活蹦乱跳的。啊，是老人说哦，老人才不会有副作用是吗？真的假的？下周要打第二剂哦，第二剂哦 AZ 第二剂好像副作用没有那么不会很强，对不对？爸爸前阵子也打了那个 AZ 的第二剂，超好的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副作用。他们就是有打跟没打好像差不多的感觉。小盒子也不能看吗？这我不知道啊，这个我改天再问问看好了。这个我改天再问，那个时间接近了再问吧。这不是早问，到时候他们反悔。对，接近的时候再问好了，到时候我再问。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可以啦，跟新瑶瑶，你说弄个瑶瑶 IG， 弄个专属瑶瑶，疫苗认证的老人哦，代表我很年轻，是这样子哦。发烧再跟你说，好啊，你应该健康康，对，应该健康康的。
应该哎，所以这样，所以健康是会发烧还是不会发烧？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。所以发烧代表健康咯，没有发烧代表老人是吗？那你很健康。那我就是健康咯，发烧。哥哥不健康。你也肖哲也要打第二季，我应该痛第二季。哦哟，问了再说，问了我再跟你们说。谢谢博文的漫画书，谢谢雨瑞的红玫瑰，等我的好消息。哦，健康会发烧，没有副作用就是疫苗认证的老人。哦，老人没有副作用，所以没有副作用就是老人。原来如此。哦，免疫力好，副作用才会严重。啊，那我副作用还蛮严重的，那代表免疫力很好。我感觉免疫力很好，之前都喝感冒的人的东西都没事。哎，那小玉你有可能会发烧，可是我也只烧一天而已。你对啊，那小玉有可能会可能烧一天，跟我一样这样子。还好啦，一下就过去了。我是过来人，对，过来人。会发烧，身体不适是年轻人会有的反应。哎，那弟弟，你真的是老人呢，弟弟。弟弟都没反应，弟弟超级无感的。弟弟还说，我真的打了吗？我会不会是打了一个水？我说我会不会是打了清水，就是打错剂的这样子。他真的完全没感觉的他。谢谢七浦浦 Kenty 的告白气球啊！我要念排名啦，来念排名吧。第一季 A 烧两天，哇 ！A D 是第二季会比较严重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你第二季可能会烧四天，自己你要那个先买好那个退烧药，到时看看卢卡有没有副作用。哎，对，卢卡也是这礼拜五打，我记得，他说还是爬起来打电动，弟弟打什么？生理实验水，你一开播我就发烧。啊，真的啊、哦，那你要常备退烧药了。弟弟要打游戏疫苗，笑死！哎，对，弟弟出门了，我想到了，那我刚才叫谁啊？好好笑啊！对，我想到弟弟刚刚出门了，我刚刚还在叫弟弟，好好笑，蠢死了！游戏的疫苗，对他要溶于油的那种，好坏哦，太坏了吧！哦，哎，这是第一季的严重哦哦哦哦，那第二季那你们第二季的应该就还好了，对，应该就不会那么严重哦。对 ，BNT 才是第二季，对不对？比较严重。嗯，我好怕我的第二季。弟弟表示还没吃到里面的肉，哦，被油挡住了，好可怕！是有多厚这个油？对，弟弟不在很。趁弟弟不在，快点说他坏话。姐姐，怎么了？我12岁，应该。我只是4岁而已，会不会打到安慰剂？对，弟弟也一直觉得要打安慰剂，怎么了？你12岁干嘛？我12岁应该没有疫情了吧？我不想打针。你12岁应该没有了吧？你现在几岁？8岁。四年后。8岁。应该没有了吧？你12岁，那为什么你要打针？你12岁应该疫情应该也好了吧，不会那么久吧？打完，对，我打完才出国。莫德纳跟 BNT 是第二季严重，我好怕我的第二季，害怕。还有很多疫苗，哎，我也听说好像反而国外比较多疫苗可以打，而且好像现在是不是可以打到第三季啊？可是我不想打，好可怕、啊，而且还会有副作用。而且你看我免疫细胞那么，我免疫力那么好、啊，然后副作用又会很严重。外国比较多选择，先进国家都有很多疫苗。啊，所以我们没有。我念个排名。第十名，我积分大师，谢谢。第九名，杨过，谢谢。第八名，博云，谢谢。莫德纳 BNT 交生啊，交生也有啊。啊，先进地区。第七名，洛克，谢谢洛克。第六名，
酷江，谢谢酷江第五名，小玉，谢谢小玉第四名，青云，谢谢青云，第三名福福猫，谢谢福福猫，第二名洛璃，谢谢洛璃，第一名气噗噗强纳森 Candy， 气噗噗 Candy， 谢谢谢谢气噗噗 Candy， 这个名字。还真的蛮可爱的，好像小女生哦，像小女生。如果可以还争取一下，嗯，我也很想，我也会想你们的。其实我原本也有说，就是我可以拍，我可以就是像子萱那样子，就是拍拍生活影片。对啊，哎呦，我也好想哦，我也是很想，但是。就被说不行了，但是我会争取一下，就是可以看小盒子。很累啊。对。想要是女生、哦，很像，我说她那个名字很像小妹妹 ，Popular Lady， 哎，真的耶，好像有点像，有点像。啊，修泽，晚安，晚安。好啦，大家明天见。哎，明天要来过个万圣节。明天来做一点点小装扮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洛璃明天见，拜拜，雷孔拜拜，晚安，青云下次见，晚安，明天见。播音晚安，拜拜。你不在的话我怎么办，你怎么办，想着我，等我回来。等我回来。小白兔拜拜，爱想拜拜，气噗噗拜拜，拜拜，福福猫明天见，外籍文老师明天见，酷娇明天见，拜拜，雨瑞拜拜，玲玲拜拜，拜拜 ，Killer， 拜拜，拜拜，大家明天见啦，想玉拜，已经开始每天想我了，哈哈，太快开始了，你可以过阵子再开始每天想我，好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